千算万算，还是算漏了孟过那只人马。当初真应该听白吉的，将孟过收为己用。最后还是如你所愿了。我是来救你的。你觉得现在我还能活命吗？母女反目。 姐妹夺权，花园城主就算是为了脸面，也会将我灭口。我让你活，你就能活。你以为现在我还会信你吗？韩硕。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对的感情是真是假吗？我觉得我是个聪明人，但每一次都让我感觉我是自作聪明。无论我想做什么，到最后都会按照你的想法发展。我想什么了？一寸谎言。 前进，最怕清浅。晨星之上，华山川，风雨无畏畏流言。醒来的夜半，多少汹涌波澜。一方期盼，从宽赴难。一朝之地。 母亲，能不能不杀韩硕？若是今日你一定要杀韩硕，那我就与他一同死在这儿。我与韩硕已经是真正的夫妻了，这次我没有骗你。女儿是真心喜欢他的，我可以把少城主之位给楚楚。 有您的教导，他一定也会是一代贤明的城主。母亲日后也能高枕无忧了。母亲，你就当陈芊芊与韩硕成婚当日就已经死了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放了韩硕吧。只要你放了他，女儿什么都不要了。那我呢？ 我怎么办？你竟然为了一个男人，连母亲都不要了吗？母亲，你当城主开心吗？少城主之位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只有韩硕一人。那我更要杀了他。
我们一起，芊芊。希望我的死能让这场祸事有个结局。秦母亲，放过韩硕。芊芊，芊芊，怎么了？不要，小倩。怎么了？小倩，芊芊。